车距警示系统了。这么贴现功能只有在哈哈闹非常好，后面的朋友一直没有接到送箱，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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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被打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喽。刚刚讲完了这一台，我要来命运哒哒哒哒大转盘啦。想要拿到我们的行动导航软体，请举手。有信心自己可以免费把它带回家，请举手。非常好，跟大家讲，我们大奖在这。行动导航软体下面这边呢，有一个行动导航软体，价值1680，非常的好用哦。而且呢，今天免费让大家带回家。怎么样拿到它？很简单，刚刚吸引到的是壮壮，对不对？是你选的，对不对？现场现在换我们的美丽的小白，人气美少女小白，看好它喽，看好它喽，深情款款的眼神吸引着他的注意力。告诉他你非常想要转到行动我们的行车的导航软体咯。现场的朋友声音借给我们，我要听到很大声的啪啪够哦。好，问题先来了哈，这题的问题很简单，请问一下我们的 P3 呢，是我们获得了全台湾的，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忘记，好，我来提示一下，2013年台湾精品奖，全台湾唯一一台行车记录器获得这样的奖项，就是我们台湾精品奖 P3，很简单啊，台湾精品奖 P3 哦，好，答案都在这了哈。来，问题来了，请问一下，得到全台湾唯一一台2013年台湾精品奖的机台的型号是什么？来，等一下，是漂亮。回答问题是举手要喊，好好够哈，来准备好，吸引他注意力喽，准备好喽，预备备喽，行车安全领导品牌来自于，哪一位？你说蝙蝠侠先生，来，蝙蝠侠先生，扁先生姓扁吗？要说是。是也不是，好可爱哦你。来，好，蝙蝠侠先生，来，请上前来，请告诉我，唯一得过台湾2013年台湾精品奖是哪一台 ？P3。P3非常好，弟弟都捂耳朵了，超大声。来，有信心转到吗？有，非常好，帮我用力的给他转下去啦 ，Go！ 讲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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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哦！主持人来帮你好不好？行动的好，来，你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为什么主持人会帮忙？我通常在这种偏差大概剩下0.2公分的时候，我就会帮他移一下。但是如果你离这么遥远的时候，主持人可能就帮不了你了。所以等一下加油，尽量把它转近一点，好不好？掌声给他鼓励鼓励，好棒哦！我终于送出我们这一场第一台了。来，怎样？你想要干嘛？你想要干嘛？谢谢。那帮我喊爬爬哥好不好？爬爬哥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好，来，再来喽，再来喽。接下来的朋友有信心可以拿到行动导航软体，请举手。想要拿到的请举手。好，我们现场朋友们哦，来准备好了。我刚刚讲到说，2013年台湾精品奖得奖是 P3， 现在要反过来问喽，请问一下 P3 是全台湾唯一一台得到了2013年台湾什么奖？好，等一下，首先放下来了，换我选了，换我选了，吸引我的注意力哦。我喜欢特异独行的朋友，你喜欢旋转跳跃后空翻表演特技喷雾还是怎么样都可以，不要攻击我们三个哈。那如果你要举手、举脚、举小孩、举狗、举猫、举什么劈腿都可以啊，吸引我的注意力啊、哦！声音借给我们喽，行车安全第一品牌来自于。怎么觉得有点变小声了？别人用我选就变小声，啊你啊你，再来一次好不好？加油了，准备好了，行车安全第一品牌来自于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位美女哦，垫的脚垫得很高，虽然前面都这个，你知道。身高都比你高，但是你真的垫脚垫很高。来来来，美女来美女来，我穿白布鞋，我以为你穿高跟鞋，还可以垫脚垫这么高，很厉害。有没有信心转到？有。那请问一下 ，P3 是全台湾唯一得到2013年台湾什么奖？精品奖，非常好，帮我用力的给它转下去啦 ，Go！ 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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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眼下双阳脸，哎呀，主持人要不要帮忙啊？那你可以大声的喊出你爱爬爬够吗？你要说我爱爬爬够，准备好一二三。最大方了，我都会拼命的加码送。好，等一下还是有机会哦。哦，我发现这一场大家很 lucky 耶，很 lucky 耶，真的。好，我们现场朋友们没有拿到礼物，请举手。哦，还有对不对？来，主持人还没介绍完哦，你以为这么快哈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刚刚讲完 P3， 现在要讲 R6300 了。刚刚讲的是行车记录器，现在出门怕迷路要什么东西？卫星导航，你好可爱哦！记得要找到你们家的财务部长，知道财务部长是什么吗？你爸妈来帮你付钱哦。好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R6300 这一台声控导航机。为什么叫声控导航机？因为它只需要出一张嘴就可以来做使用喽。平常老师教大家要动手，不能出嘴，但是今天跑跑狗 R6300教大家只要出一张嘴就可以做使用了。后面的朋友接好啦，来来来来来，主持人什么不多就是礼物最多哈，来。R6300只需要出张嘴就可以做使用之外，再来还有一点很贴心，有收过罚单请举手。超速的，超速的，
照过的，测速照镜拍照过的，我来看看。好啦，你啦，你啦，一直喊你的，来，请问一下，一张罚单大概多少？大概4-5千万。你收那么贵，超速多少速了？你超多少速了？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，为什么要讲到超速罚单？因为我们的 R6300 这一台呢，国美里面有一个固定式测速照镜侦测，所以呢，当它呢遇到固定式测速照镜，就会提醒你，让你不再收罚单，你多收几张可以买整系列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请问一下大家 ，R6300 买了它之后还会再收到罚单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帮大家省钱吗？哪一家这么贴心？非常好，右手边的朋友也拿下礼物哈。好，我要来玩我们的命运大转盘啦。